我想抽烟啊。富哥，你怎么了？吃饭怎么搞的？这是阿林，他想搬来和我一起住。等我上课呢，他实在太过分了。啊！放心吧，有些事情我一定搞定。是什么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他放。是啊，我第一个杀的。哦，曹太太怎么了？我老公，我把他的肉煮给我。哇，长春肉，肉质软。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漏水了，我想找他帮忙。哎呀，放了我，要不然我大声叫救命了！这个村子很近。我三分钟之内到。好，我等你。嗯，曹太太，我陪你回去吧。这是怎么样？你说那个骚包平啊，他早就在村。这样更好，反正我也想装修一下房子，到你回来。我老公去了大陆工作，那个租客你们也见过，他经常会叫你吃，你不是有口福了吗？提议今晚上出去庆祝。你这个提议啊，开心怎么报答我呀？为什么要我报答你？除了你肯嫁给我之外，还有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们喝一杯，特别是顺便问问。哦，哎，君君，我问你呢，我不进教堂呢，丈夫，要不然我早就死了。你的安眠药是假的。